朋友早安，欢迎收看今天的七月七三台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咱先来关心，昨昏国内阁增加57个本土病例，有15个人染病死亡，其中台北有29个本土病例。指挥官陈时中就讲，疫情是有在转好，不过宽南市场增加的40个病例，伊是无算伫台北迄29个本土内底。国内本土疫情慢慢转好，初次增加57个本土确诊病例。指挥中心表示，各项分布以台北市29个上多，新北市15个，新竹县4个，桃园市甲基隆市各3个，台中市2个，新竹市1个。特别注意是台北市确诊病例是5月中以来一天确诊数第一摆超过新北市。市场内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或相关的人员，基本上在筛检的结果哈，虽然有4例嘛，哈，那1例是旧案，那整体，哈，这个病例的趋势还是往下，哈，那不过，啊，昨天在北市的哈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筛检里面，还是发现了很多的个案，哈，那这些都还不包含在今天的这个案里面呢。另外也增加15个死亡病例，8个男性，7个女性，年岁是伫40多岁到80多岁，其中一个到院进行死亡个案，一数71例，就是前几天伫西门町倒伫涂骹死亡的爱尔兰籍查甫人，本身有慢性病史，伫死亡了后确诊。这一位的话，他经过我们查询，他本身是有高血压、高血脂的这样的一个病史，有在固定就医拿药，那他是在6月21号哈开始，据这个他的朋友表示有自觉喉咙不适的症状哈，那当时其实也有朋友建议他应该要去做快筛，不过他没有同意去做快筛。国内对高保护力的 Novavax 疫苗真高度期待，放下台湾希望透过 COVAX 来提到，但是中正式在谈判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日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是拢真烧热，像北韩山的县市拢有高温的警示，而且过道大台北地区和东北地区拢会落地降雨。另外，因为菲律宾的东边的海面有一个热带风系，后礼拜会影响到台湾，使到天气就较无稳定。在山区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的午后雷阵雨。而预期礼拜天的水汽会比礼拜六再稍微多一些些，因此礼拜天在中部以北临近山区的平地以及大台北地区要留意，可能也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而同时，我们看到目前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上有一些热带的云系在这里活动，那这些云系是否会发展成热带系统还必须再观察，但是目前预估到了下周一二左右，这一带的水汽就会逐渐往台湾的东南方靠近，加上下周一之后台湾附近转吹东南风，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的天气就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喽。因此总结来说，这个周末的天气重点就是高温炎热，提醒大家要慎防热伤害。而如果在山区及近山区活动，也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发生。今天台北、新北、还有宜兰和花莲、台东都有高温的警报，尤其新北是感冒烧的顶好，高温有36度，大南部可能透烧风，中南部的高温是到33度。在日时啊，各地头紫外线的指数都有可能过量到危险的等级。后礼拜一开始，因为南边的低压通过菲律宾，水气会向北平刷，咱的东部和东南部，阁有恒春半岛，拢会落地降雨或者是雷公雨，而且也可能变作风台。气象局即马搁在观察当中。国外也是同款烧热，印度的新德里昨昏气温就是呛到43.1度，就是这高冬以来上高温的。而且印度有真济搭，已经连续4天日时的温度拢已经超过40度。最近十冬，印度阁已经有6500个人拢因为足热就热甲死去。在印度新德里的民众，有人食水果，有人啉饮料补充水分。因为新德里初二日时温度升到43.1度，伫咧厝外徛一下久就规身骨汗。गर्मी में बुरा हाल हो रखा, पसीने छूट जाते हैं, पूरी टी-शर्ट गील हो जाती है, बाहर जाते हैं तो। वैसे तो हम बैंक में नौकर हैं, बैंक में रहते थोड़ा राहत भी मिल जाती है, वो भी ऐसी काम नहीं कर रहे।
43.1度是2012年以后首都新德里七月上悬的温度，迄当阵八千到43.5度。唔，那是新德里，包括北部的旁遮普省、北横省、加中部的马德里省，也已经连续4天日时温度拢超过40度。法新社报道讲，自2010年以来，已经有6500人染疫。印度怎么只个那5%的家庭出来有看冷气？गर्मी बहुत हो रही है, खराब हो जाते हैं, बर्फ नहीं लगाने को। गर्मी आज बहुत पड़ रही है, सुबह से बहुत तेज गर्मी है और शरीर जल गया है, बहुत ही ज्यादा गर्मी आज, बहुत ही ज्यादा। बस ठंड देख रहे हैं इधर उधर।另外，加拿大温哥华里顿村温度也升到49.6度，有人把软糖放在阿鲁米的板顶，结果才出外，糖啊一时啊过就融去。热天气也造成森林野火，炭烧的面积超过5000公顷，规个镇高山的地区拢被烧害去。气候暖化愈来愈严重，全世界温度一直呈现高，未来是无上高，只有更加高。公司新闻张伟玲、王其昌编辑。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鸿海含台积电真正已经得到授权，代表咱国政府要分别去买500万剂的德国 BNT 疫苗。即马因已经含 BNT 的代理商上海复星完成法律文件的签署，那一切顺利，8月份、9月份就通进口 BNT 的疫苗了。再落来是中国时报，最近疫情有较等和，餐饮业禁止内容的限制，有可能放凉。行政院长苏贞昌昨就讲到，若是禁止内容限制要放凉，餐饮业这个防疫指引就要提早公布，业者才有时间做准备。落尾是自由时报，彰化这个教友大楼6月30日暗时火烧，隶属7楼到9楼的防疫旅馆，有4个人死亡，22个人受伤。旅馆的负责人是讲，承认讲，伊本底要家己拍火，结果发现无法度拍花，又叫员工放上工。这个火灾是在七起警报，叫大家唔通走出来。落尾这个负责人是因为过失致死和过失伤害这个罪名，用100万告保。台南市场已经有41个人确诊，对昨开始市啊已经休困3天。指挥官陈市长和市长郭文德昨拢有到现场关心，伫下晡也发出疫情警示的手机啊信息。指挥中心也呼吁讲，有去过台南市场的人，就要踮伫个厝等待通知，唔通阁拍拍走。化学兵进驻台南市场来消毒，因为北市府初一启动批发市场的大规模 PCR 检查，有41人确诊，市场初二赶紧封起来，休息3天来消毒。台南市场相关的活动人员和站务移动。包含管理单位所属的工作人员、外包人员、承租摊商人员、协助的厂商，那在家里配合等待相关单位的一个联系，并配合相关的疫调框列和裁剪。整个台北市批发市场有关的，不止华南市场，还有我们隔壁的国泰市场，甚至我们后来把鱼产、畜产这些全部都一次，因为想说性质相近的，所以到昨天已经打了14000个。台北市府的数据显示，昨已经检查7410人，其中台南市场检查将近2800人，有41个阳性；滨江市场检查2658人，阳性有4个。万代市场加万代国小有7个人确诊。郭文铁认为，台南市场的感染显然是对万家社区来到市场，所以讲制定的计划是先快速检查，再个注射疫苗，再个做 PCR 的筛检。不过，伫个郭文铁说明的过程中，开始发生立委林通做和台南自治会长。向下进行。他刚刚讲说，这个因为来往的人员复杂，所以筛检这个没有办法，最后还是筛检啊。你现在不是 PCR 还是要筛检？有很多的这些工作，一个月前就可以做的，我来理解，理解。你讲重症搬家区，你做疫情到这阵，你有听讲重症搬家区的百姓发言无？有哦，无嘛？我在我来听你。对着台南的确诊案，郭文铁坦白讲，这波市场的采检无症状，乌数真多，房价可能需要做更加大规模的检查。同时强调，彻底完成确诊者疫情调查，初三公布这卡列，并且完成亲密接触者检查。另外，市府也考虑停业时停收租金，已经请这大头业者保存进货收据，建议后续补偿的作业。记者陈宏合报道。咱也来看目前咱国内本土病例数。昨日本土病例是增加57个，
台湾本土病例数计共有13682例。来来看各县市病例人数。目前台湾病例数超过4000例，有新北是6537例，台北有4517例，超过100例有桃园704例，苗栗是545例，基隆306例，彰化264例，台中有199例，新竹县是有107例。另外，染病死亡的个案增加15例，这个统计资料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数据。咱来看这个疫苗的消息，屏东家是搁摕到21000多剂的莫德纳疫苗，71岁到72岁老人，搁有61岁到62岁关注民拢通来注疫苗。不过真侪正常无要注 A Z 疫苗，即回煞拢走来抢要注 Moderna， 有登记甲无登记的人拢走走来，现场的状况真正是乱纷纷。叫老大人排队，确实提无号码牌。另外一边姚明将为着工作人员，现场是乱糟糟。这是屏东县立体育场的大型疫苗注射站，布防疫兵拢是人，完全无得保持社交的距离。71岁以上今天施打，但是之前 A G 的那些长者没有打的，今天都跑来，所以把今天的现场挤乱了。对不起啦，因为大家都没有按时间来啦，啊，没关系啦，大家有来的就打啦，对不起哦。好，另外没有打到的，我们会另外安排时间。里长提到麦古一直提醒注意事项，看到人伤多，直接向里面的核心内，也甲民众讲的分流来注射，免烦恼讲注袂到。屏东县得到中央拨21700剂无得到疫苗，注射头一天排定71、72岁，也阁有关住民61岁、62岁老人来注射。不过真侪无想要注 A Z 疫苗的73岁以上的老人来补助，加上原先有约的人，要烦恼讲注袂到的老人，所有的人全部挤到顶，完全无安全距离。速打站爆棚，让接获通知单的民众酒后，再说一次抱歉，发放号码牌作为紧急的应变。中午医疗团队也不休息，加速作业。三基组无得到疫苗，引起混乱。县长潘明安伫面测核实力，强调管护会随时来调整。你今日早起也已经替5500位老大人来做完疫苗，后续会加补助的人，改分到7760组。你甲屏东混乱比较，贵阳下晡注射特殊在地上良好。推估是前一天已经真侪人来做过啊，似乎也加补助的老大人的时间改排开，无出现亲像屏东早起排队排真长的情形。记者陈宏合报道。台北的台大病院又搁传出有转移的病人确诊。台大病院的企业工会是表示讲，当兵迄区的医护人员拢无分区，爱照顾一般的病人，也爱照顾确诊者，这是拢难得照顾。病院煞拢无管理，指挥中心也讲，这个病房的规划确实得爱调整。六月底，台大病院才宣布慢慢取消降载，并且调回伫厝上班的员工。不过，才无过几工，就爆出院内疑似侪名病人段期间确诊，造成真侪员工被包列在内爱隔离。先知道就是在台大的总院，然后在东区非专责病房，知道就是可能就是大概个位数，我没有收到有反映说医护人员的，因为院方都没有公告。台大病院企业工会质疑，台大当季有真侪病房采取南斗阵照顾的做法，医护人员爱同时照顾一般的病人，甲危重的轻症患者，并且强调，即摆疑似侪名的病人院内确诊的单位也南斗阵照顾，对着医护人员甲病人来讲，危重风险拢真悬。而指挥中心也坦白讲，疫情期间对台大即款的做法必须来检讨改善。最早的设计就是每一个病房单位都有一间所谓的负压隔离病室，我们对于这样的疫情期间其实基本上是不理想的，可是当疫情扩大很大的时候，这种负压隔离病房还是会被拿出来使用。有什么的方式可以让跟主管机关也可以沟通，不要再勉强使用这样的负压病房。李新德在台分院、新义病院、德当院区，加上附设的护理之家，也表示为着新冠肺炎，人数有28人。新德在台分院发布声明表示，必须爱包列在内、爱隔离的工作人员总计有50多人，进入去实施医疗降载、急诊手术段医者服务暂停。住院的病患只出不进，降载措施至最后一个确诊个案发病日后第21日为止。
即摆新竹台大分院德东院区确诊名单内底包含五名住院的病人，甲三名照护员确诊。另外，附设的护理之家更加有二十人确诊，包含住伫内底民众十一人，长期照护工作人员九个人。记者孙宏霞报道。同款是台大病院，伊伫新竹德东的院区也发生群聚感染，即摆已经有二十八人确诊。即摆急诊一般住院，佮有门诊也拢暂停啊。病院外口大出停止挂号的告示，新竹台大分院德东院区内底爆发病人佮看护的群聚感染，自开始到今人数来到二十八人。病院宣布暂停急诊佮门诊，也袂使收治新的病人。我们是老病人，因为我们洗肾了啊，就算不洗的话，也要等他安排啊，也要来给他看啊，说那那怎样子，这打算不能不洗啊。国政府要求自今日开始，所有的病院病患，干来会使出来，不准入去。相关措施必须执行到病院最后一个感染个案发病了的第二十一天，无搁再增加确诊为止。我们也不准他在两个月内继续收留这些住民，这些的目的就是要做最后一个大整理。那目前我们整个对于这医疗机构跟长照机构，我们也发现到在过程里面出现的问题，我们都会把它抓紧的来做一个整体的训练来改进。如果这些不改进的话，我们就不会让它复工。另外，针对初二新竹县新增加四个确诊的长照中心，政府也宣布两个月未来除了停止收新的病患，也禁止亲人探视，加强环境消毒，以及安排采检工作。记者赵君和新竹报道。高雄的基层诊所昨开放72岁到74岁的老大人来注莫德纳疫苗，不过128间的诊所才分到74罐的疫苗，诊所就感觉这个数量是太少啊。客轮车和轿车陆续把老大人载来高雄展览馆，这些老大人都是75岁以上还未注意风险的，听到这次是莫德纳来补助的老大人实在很多，要排队才可以入去。因为我们不会煮，试验者我们不会，因为身体不是很 OK 啊，然后慢打，现在又刚好莫德纳进来，我们就打莫德纳这样子。想不到老大人补助的意愿这么高，初一才半天已经煮12000多人，注射的比率99%。初二开始增加72到74岁的老大人，因为分流注射站已经没这么多人。高雄市这次分配到70000多剂的莫德纳疫苗，其实基层诊所初二也开放注射，不过128间诊所才分到74罐，有时要2间诊所分配一罐，有诊所真失望。卫生所是甲阮讲，你若只有14个，我一定给你一罐啦。我的诊所就一日约45个啦。啊，即马拜三较规定讲，一日上在一罐。啊，现在约45个，伊就分得啊。我们再来跟医师工会来做协调，哈，只要在他的场所他的这个量能可以再增加，那我们也希望说，那你直接就到诊所去施打。市府表示，欢乐诊所空间无够大，所以目前以大型的注射站为主。王宏玉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疫苗收少，希望中央有疫苗就赶紧分落来地方，诊所也会当到三工协助市民注意防射。记者陈嘉文、刘维泽高雄报道。40当前白色恐怖的受难者陈文雄，伊对美国回来台湾探亲，被警总带去约谈，结果煞变作尸体，死伫台大的校园。今仔日就是陈文雄的事件满40当。不过学生会讲，校方煞否决纪念公堂的这个告示的内容，理由竟然是感觉这个文字伤政治。碑文写着纪念一位坚决抵抗国家暴力的勇者。2月初，台大校园内陈文雄纪念公堂开幕，则因为校方对碑文国家暴力这几字有意见，引发用玻璃笼暂时隔离。开幕了后，搁拆除的争议，经过学生会争取，最近碑文总算伫校务会议当中来通过。只不过这届校方又搁否决校区内底说明白仔的文字。理由是受过激进，受政治化。
我们这次说明牌有把就是促转会就是最新的报告就放到说明牌里面，那就是还补上就是一些就是纪念广场设立的由来，然后还有就是当初学生的设计理念等等。学生回讲，校方认为写单文成吃成功的部分就好，莫写受难事件，这种手法根本停在维权思维，无教育意义，会继续跟学校来协商，也无排除利用舆论。另外，初三就是单文成受害40年的纪念日，因为疫情关系，原本的实体活动也延期。小型的线上活动，就我们邀请就是大家在陈文成事件纪念广场。然后进行打卡，然后拍照纪念这样。对学生会争取分区说明白的代志，代代表示还是遵照校部会议的表决来执行。另外，促转会初一针对陈文成的白色恐怖受害案件也发表声明，讲相关的调查工作还在进行，建议检方重新调查。陈文成基金会也表示，希望政府负起调查责任。记者陈雅文、张学水采访报道。咱镜头去到国外，看一挂趣味的代志。Turkey 有一间开金仔店的头家，伊把一只受伤的碰子救回去照顾，不想到这只碰子咧，食人一口，搁怎样被行人一刀，伊就替伊的主人倒过店。咱来看一个真实的故事。小娜把手伸入去收银机，伊无得咧客气。土耳其这间珠宝店最近有一只碰杯珠宝船，那新婚人挖滚收银机就欢迎。这只会过收银机的碰杯处名叫做美摩匠。三个月前，珠宝商尤克塞尔发现碰杯处一个花啊，伊当阵碰杯处妈妈已经死啊，尤克塞尔甲碰杯处兄弟救出来，甲受伤的美摩匠带返去厝里照顾，尾啊发现也过收银机。Kasamızı ve paraları, altınları yabancı bir el müdahale olduğu an Memocan hemen müdahale ediyor, saldırıyor. İlkin hani bu bir tesadüf olarak acaba öyle bir şey oluştu diye düşündüm. Sonra da takip ettik, yok. Bu küçücük hayvanda o hissi güçlüdür. Hisleri hani bunlarda dil yok ama his var, yüksek bir his var.除了游客塞尔，美摩匠不准任何人挖滚收银机，连员工拢予伊加加劳费。若是伊的工作好，游客塞尔就会甲美摩匠放倒去野花，予伊倒去属伊的所在，伫咧大自然自由自在生活。公司新闻齐欢玲编辑。世间有真侪生物，是因为有日头光才通顺利生脱。科学家就对这太阳也真好闲。美国的太空总署 NASA 伊就发射一只太空船，也和澳洲合作出动探测器，希望会当进一步观察日头，了解太阳对地球的影响和变化。因为以前爱挂水烟，住伫咧北半球的民众，若拄到热天实在是挡袂牢。除了因为地球伫咧晒太阳时阵，北半球和日头照的时间会较长，温度会较悬，天文学家也正注意太阳所射出来辐射甲粒子。Coronal mass ejections and solar flares are the hurricanes of space weather, and they have the power to disrupt our navigation systems, communications, and even electrical grids. So it's vital we know when they are coming. 除了在地面一个地球轨道上的太空望远镜，科学家为了被国家挖滚太阳，先由 NASA 在2018年发射帕克号太空船，再来去 NASA 和澳洲太空总署 ESA 在2020年把太阳轨道探测器送往太阳的方向。研究科学家要对探测器顶头摕到相片的资料无简单。首先，以目前探测器甲地球之间1亿3400万公里的距离，就要一礼拜，而且要怪分析处理。研究团队讲，若是探测器飞到离地球更加远的太阳轨道，下载所需要时间可能要几个月，信号的连接也会变慢，到时可能先把资料放伫咧探测器的记忆体内面，等伊阁飞到离地球较远的所在。再重新下载。公司新闻齐家林编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各地头拢真烧热，各个县市有高温的警报，大台北含东北部过道拢会落地阵雨。后礼拜一开始，水气就增加，天气就较无稳定。咱做伙来关心各地头气温的资料。北部地区是26度到36度。中部地区是25度到33度，
南部地区是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是25度到33度，花岛地区是26度到32度。接下来未来三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天的早起新闻，咱明仔再同一个时间再会。